双十一大家都热闹，对不对？趁着热闹劲儿，好运来嘛。哎，我不惨，对吧？我好，来，请再见你几眼啊，三，对对对，第七次了，三二一，呀，金耶，我有了！我也有金色，好，这是金色。我有金了，我有金了，一斗，绝对是一斗。你是来管我的吗，团长？你出来！我出了，我出了管我大声喧哗的那位。哎呦！过来！啊，我来！你来是吧？你来！哦，他来！师傅，你已经七十了，七十了，这、啊、是要吃保底的节奏。你这个是保底了，这个。哎呀，保底吧。有人说娘娘的是谁？娘娘的是谁、啊？肯定是啊，怎么又是我啊？这个来了。来了、啊。哎呀呀呀呀！八十两啊！我把我送走了，我天、啊！怎么又是第一句？歪了吗？歪了吗？歪了吗？哦、啊！哇，是你的迷妹吗？啊，真美了。要不要稍微调小一点？我把这个，我把这个调小一点就行、是。哎呀，可不可以放音乐呀？这不是我磨磨唧唧，是我没钱了。当一个穷人，我是一个穷人在垂死挣扎，你没有看见吗？可不动了。请大家注意看下面，我的莫娜已经满命好几次了，我又歪了。金道，有没有伊利夫人？我不敢点了。我不敢点了。哎呀，雷子一出来吓了我一跳。这个影儿我一看不是万叶的影儿，吓了我一跳。放轻松，这样不好，不好。差不多该保底了，保底了吧？差不多了吧？是吧？我觉得差不多保底了。跟我们跟这个后台说一下，这个节目效果到了啊，差不多可以。对，差不多该给了。对，该给了，该给了，该给了。效果可以。是的。来了，我们已经跟后台说过了。来了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嗯，是他，就是他。这是谁呀？琴呀，素素呀，是这样子的，我已经帮你把不这个保底的其他可能给抽掉了，所以你就算之后自己抽啊，对，充钱肯定是雷电将军。